小杨哥受伤了，可能这就是成年人的世界，真的没有容易二字。在直播时，小杨哥突然身体不适，以为坐下休息下就好。哎，我脖子上感觉怎么有点那么硬的感觉？哎呦，我的脖子好重啊！怎么回事？不行，我的头怎么那么重啊？你跟你说刚刚颠的呀，才称不了20斤，还有高50斤啊！叫老爸过来，叫老爸不是医生吗？老爸，快把头好重，快看一下，闪了一下吧。 这闪了，这闪了。哎，有没有那个撑的，把那个脖子撑起来的？就这样舒服，不要喂他，就这样很舒服。我一直帮你头提着。对，你头别动了，你稍微休息一吧。迪克文，哎，你接着，你接着，怎么搞？你接着脖子怎么搞？我这样舒服一点。他在他之前戴罩，你休息。 来，这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看一看，看一看。尼龙的，就是这种尼龙的，它颜色非常的漂亮，特别正。如果不是尼龙的呢？你脖子怎么了？脖子没怎么，媳妇儿，我脖子感觉好重啊！你要怎么卖，我来帮你卖。我跟旭旭宝宝，兄弟们。 咱们，我说你跟你带谁节奏啊？你去跟谁比？旭旭宝宝跟谁比我不管，但是你放心，我跟宝哥的关系，兄弟们，咱俩昨天还聊了2小时，就在聊规划。哎，他问我一些关于抖音怎么玩，哎，都该接下来该怎么弄。我问他的一些他的想法，是吧？咱俩关系很好，是吧？在游戏里面可以上这个了，啊，人10万人。 20万人、30万人、40万人、50万人，很不错了，兄弟们，不要给他太大压力，是吧？直播间现在这个职务啊，你记住了，能稳定10万加的真的没几个，啊，不要说，啊，就有人说今天宝哥什么，哎，他能爆240，说过一个月就行了，你说对了，啊，你说对了，谁每天，我就想问一下，全网谁每天能保留240、240万？ 这很难的，兄弟，大家也知道现在这个游戏在什么景气了，是吧？已经很牛了。其实更想去平民稳稳，觉得你看我刷完我立马就走，我也不是在那站榜干啥的，干嘛呢？真的是我跟你说，兄弟们啊，宝哥来了之后，很多人真的怕来了之后人气搞过去了，他自己直播没人气了。你跟我格局小啊。其实呢，宝哥来了之后，给抖音流量会变得更丰富、更大。 因为游戏抖音的游戏内幕确实做的不是很这个，宝哥这么一来，接下来，哎，喜欢玩游戏的也愿意看抖音，啊，流量会更多，会更大，是吧？不乐了不如众乐了，光一个人开心有啥用啊？杨爸在直播中的爆笑时刻，我这不是能不能给点面子？你看这像干嘛的？电钻，有这种电钻吗？肌肉，哎呀！ 你不要害怕，放松点，对不对？干嘛的？这是要肩膀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很爽的，对吧？哎呦，大！兄弟，这大洋真不实。我刚我的地脖子坏了啊！好吧，逮住，把你相信我，逮住。我的妈，真狠呐！哎呦，我嗨，逮住！逮住！ 啊！我搞了，搞了，搞了！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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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
那个，妹妹，什么妹妹？把那个酒给我拿来。
老板，茅台喜欢吗？啊，你知道我多少钱吗？2920有，你要几瓶？一箱，要不要？要，要来出钱，17574。来，老板出钱。你们看看，快给他，快点。好，买酒一箱你都不眨眼，买个手镯4000，你买了现在没4000吗？如果你不买这个给老妈，下锅我让他减。如果你买，咱就不点击了，29888，给3万吧。有点懵逼，给3万，给3万，给我一个手机，我去，这就是懵的状态，懵的。我宝哥昨天开播230多万人，对吧？总观看人次6000万，嗯，首播谁的人气都高，首播官方这么推流，4个人他直播人气都高，兄弟们不要给他太大压力，是吧？直播间现在这个直播啊，你记住了，能稳定10万加的真的没几个啊！不要说，就有人说今天宝哥什么，他能破240，说明天就不行了，说过一个月就不行了，你说对了，啊，你说对了。谁每天，我就想问一下全网，谁每天能保留240啊？240万？那是很难的，兄弟们，很难的，并且都那么推牛的情况下，是吧？我跟旭旭宝宝，兄弟们，咱们，我说你跟你带谁节奏啊？你去跟谁比？旭旭宝宝跟谁比我不管，你们旭旭宝宝跟谁对比我都不管，是吧？怎么黑我都不管，但是你放心，我跟宝哥的关系。兄弟们啊，咱俩昨天还聊了2小时，包括你去看一下他那天直播刷礼物，你说带货的，搞带货的有几个去刷的，做电商的，要么就做游戏的，要么就是大哥刷客，是吧兄弟们？就是从这你就已经看出来咱俩之间的感情，是吧？其实呢，宝哥来了之后给抖音流量会变得更丰富更大，因为游戏抖音的游戏内幕确实做的不是很这个，宝哥这么一来，接下来，喜欢玩游戏的也愿意看抖音，流量会更多，会更大，是吧？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光一个人开心有啥用啊？短羊吧，只是想来小羊哥直播间转转，没想到差点被小羊哥玩坏了。你看这像干嘛的？这段，这叫金火气啊！你看还有这种图的啊，运动过后或者是按摩上一按。啊，兄弟啊，给你加一个这个啊，再加一个这个。我跟你说，一个筋膜枪一般都1-2千块，我们直播间给他们上10000单，69块钱。不要不要，我你妈真狠呐！哎呦我嗨，呀！来，我让你搞我爸，搞他。一位喜欢了大杨哥8年的空姐，想要到直播间和大杨哥见上一面，于是追随着大小杨哥的步伐，一路坐了50多个小时的火车来到合肥，只为和大杨哥见上一面。啊，好，我跟你讲个事情啊，有一个空姐，她喜欢我哥8年了，她的梦想就是见下我哥，跟我哥哥握个手啊，拥抱一下，互动一下。从新疆过来的，从新疆过来，50多个小时的火车，互动一下，可以吗，嫂子？可以，没问题是吧？通情达理的大杨嫂也是果断的同意了，大杨哥更是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。随后在带货完韩束护肤套盒后，当空姐上场的那一刻，令在场的人都吃惊了。你们要的看同。佟丽娅代言的韩束的，这个是我们的红胶囊套盒，这一盒在你们专柜卖多少钱？899。反正放心，小杨哥是官方旗舰店啊。小杨哥今天呢，一个黑金的套盒，金礼盒，这个是599，还有一个龙雪的精华礼盒啊，还有一个眼霜啊，对，然后加2个面膜，然后再加水库的玻尿酸的补水面膜，这也可以兄弟们加5片金刚侠的眼贴膜，这么多加在一起多少钱了？299，
上车、啊！有需要拍，记住在小杨哥直播间一定要有需要拍，不要冲动消费啊，理性消费。好几年的粉丝，好吧，老大，大老远来，带着这个盼望、希望，我跟你说，绝对不让他失望，高高兴兴的来，开开心心的走。好。哎，我怎么声音真好听？我们先给老妹来个拥抱吧。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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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受一下。嗯，那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行，加油，老妹儿。我没骗你吧？我操，没骗你吧？没有骗你吧？你真细呀！好好好。哎呀，你讲，你讲，哎，哎呀，你再不好意思，媳妇。好，来睁开你的眼睛看。哎，哎，我操！